是老师也没有用那么粗。可是哪一条线呢？可是到时候那个，到时候那个线都会弄粗了。这个线都被人打掉了啊。哎、欸，那条那个、啊、那个打一截的，那就打一个截的。那那个电容咱妈都把它打断了。不要，不要解开，哎、欸，解开啊。那你应该还会跳吧？那条就够了，那条就够了。两条接在一起了。对，我想要接下去。给我吧，请。再过去一点吧。这个图是老师画的手稿了哈。对啊。所以你们现在就对着这个线，再把这个尼龙绳，对，现场放下来的绳子再绑好嘛哈。对。OK。不要太紧了，你这边太紧，这边怎么办？对啊，太紧手，没有太紧会跑掉。到时候再跟老师讲一讲就好了。老师边扶着，好，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好吧，老师看。就是我绑妹。你说是哪个妹子只能讲四大遍了？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到时候再跟老师讲那一点。那这个这一点。没关系，这都已经挖出来了。要打挖出来就可以了。旁边那个不用管。这个尖尖的都被他们挖走了。很危险哦。对啊。中间那个点吧，中间那个。辛苦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来班，建筑非常好，成功。